我在家族事业中上班，我担任的是财务管理。每一个人人生的阶段都是我的唯一选择，就算重新来过一次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我不会考虑重新选择另外一条路来走。家人就是我最后我的梦想。我有四个孙子，当我抱每一个新生孙子的时候，那一刻就是我最高兴的。我喜欢画画，我喜欢写毛笔字，我写毛笔字，然后我喜欢缝缝娃娃。我最感恩我的祖父、我的外婆、我的妈妈，用他们的行为示范教导我做人的基本，守诚、守信、守时，影响我一生的成长。我最喜欢有慈悲心、自爱、能尊重别人、能信守承诺的每一个人，就像三秒